粉直集，今天我们来找谁呢？叮咚叮咚，哎呀，欢迎 ，Hello， 你好，爽朗热情，笑容满面，她是柔安妈妈，年过七旬，但活力满满。进到屋子里头，全家人热情迎接我们的到来。没有 say 好的，我们一进门就看到了。电视上就是看着中天，是，对啊，我们全天都是中天，从早上新闻，然后大政治大曝光，然后就做饭，做饭完了就看那个辣晚报，真的啦，真的都是看着，都是看中天，因为我们家只有 YouTube 啊，没有别的，没有第四台。为什么这么爱中天？就是韩国瑜选总统那一次，是，哎，我们就是跟着中天跑。耶！对，不止柔安妈妈，陈柔安跟两个孩子也都是辣晚报的粉丝。虽说是一家人，但对节目来宾各有所好。我喜欢蔡正元，都喜欢啦，都喜欢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他们都很正确的那个报道，对对，分析得很清楚。对，韩冰吧，对啊，喜欢韩冰，对啊。哥哥最喜欢谁？建智豪。啊，最喜欢小豪。然后我爱你。对辣晚报来宾很熟悉，对中天一姐他们也有话要说。受访主播，对哦，他的经验很丰富，他好像在这个广播界有三十多年了。啊，对，经验非常丰富，三十多年。对对对，对，对他很丰富，经验丰富，然后他播的也非常的好，很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也都可以，也都跟那些来宾什么都可能很能够融入互动，都很不错这样子。对，知识态度正能量，我们辣晚报的精神，记得 CTI 285千万不要忘，忘的话你就没有折扣哦，很可惜。285吧，冰崩冰崩。中天唯一冠军推荐代码 CTI 285深深烙印在辣粉的脑海中。另一头，柔安也分享荧光幕后。当年那批挺韩国瑜的粉丝们，此刻也都很力挺辣晚报。是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，我们去跑场，到处跑，每个场都跑，跑了以后你看很多签名。中天被关台迈入第五年了，一路走来，辣粉坚挺，缺一不可，也让知识态度正能量的精神持续散播出去。